对鹿港有深厚感情的台中施工处副处长许副处长为大家致感谢词，欢迎，谢谢。五年来全力收听，我是真正做人家王走的，咱大家都看有的王镇长，我的好兄弟，王正安、张志源，还有在座足多，包括感恩的，我想要问一句，讲五百块的人举手敢好？啊，五百块的举手一个，你若歹势行啦吼，应该讲百块的举手才对吼。我会记得一届镇长要选镇长的时，又讲句话，伊讲全罗岗镇应该惊一个人登记要竞选镇长啦，敢若惊徐明华，啊，你知徐明华对一个无？啊，全罗岗镇大家敢若惊我一个啦。应该安怎？29个里的里长，大家拢捌我，拢交我真相好。我看对一个里长交我无交情的，恁相信一个里长甲我求一千票吼？王里长，你真正爱考虑吼，爱小甲我好好啊讲一个嘿。我即届让你啦吼，因为你连任啦，但是后届吼，正安兄你爱注意吼，我唔知你阁让人无吼？恭喜吼，这就是欢喜心啦吼。哪里？穿这件衫有水无？有水无？精神无啥好，有水无？若有水，明日再搁分一下好无？有啦！镇长在讲话啊，阮厝的代志我负责，无名无利的工课我来做，但是台北要讨经费的工课你做，好无？500个哪有够开？鹿港搁1000个嘛无够开，敢是安尼？拍拍一下，咱阮组长明年努力，好无？看用个甲预算提高未？咱吼一人用个分一领，但是真侪人今年吼一直敲电话，无欢喜，讲吼来分这少啦，也是爱足认真哦。你若无认真哦，等下讲电力公司的员工来真个分大啦，扫路较无认真啦，爱拜托恁哦，今仔日扫路我较认真嘞，无吼。电力公司的形象会破坏去，佫一点吼，若你使计量车的时吼，毋通把我的帽仔伫咧使吼，无吼，真正有人会甲公司检举哦。电力公司的员工无上班，你辛苦就毋是公务员，所以今仔日伫遮卖浪费时间，我相信老去参观对电力公司拢最爱我演讲。所有今仔在座，阮家己的小妹仔好富足，我家己的小弟曾明坤，佮所有。在座包括王国书也好，黄景祥也好，陈永祥也好，我实在讲袂煞的，即个李长、李市长，我即毋免讲吼，老范兄弟吼，即摆身体无啥好，无伊最爱讲两句吼，咱让伊啦吼，王碧的就好吼，迄个最后祝福所有咱鹿港的乡亲吼，中秋月圆人团圆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祝福大家咱鹿港。相信今仔日穿这件粉红的色，有精神欢喜的心，鹿港未来一定交今仔大家付出同款，一定会做较好。咱甲鹿港所有的规矩甲变过，好无？所有垃圾所在甲清出来，让大家明仔载中秋过一个欢喜的中秋节。感恩大家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接下来要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微笑鹿港亲近家园活动，赞好，等一下麻烦我们的志工伙伴一起来。来，我们的黑白双雄，请蹲在前面。黑白双雄，蹲下来。好，嗯，好，来，预备，起，二。